那既然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发现了，打破沉闷的方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增加配饰。对，小熊，小熊，小熊就是，我们让嘉伦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小熊。嗯，这个小熊首先拿到手上，你就会觉得很治愈，很治愈。嗯，对，看到它心情都好，心情都好了。对，然后呢，首先它呢其实也是拥有这个佩斯里图案的小熊，嗯啊，它呢可以当做钥匙扣，嗯，也可以称为包包的配饰，嗯。啊，我觉得因为其实 Actual 现在是这种极繁主义风格的代表、嗯、非常的契合，而且现在大家很流行这种极繁主义。是的是的、嗯、觉得在包上挂一个小熊特别合适。嗯，我最近就比较痴迷于这种小的一些挂件啊什么的、啊、然后我就搜来搜去，我觉得还是它最合适。嗯，而且这个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感，对不对？可能是一个午后，然后呢、嗯、你就躺在那边，然后记得包包上面有一个小熊。哎呀，对吧，太舒服了，哎呀，有那味儿了啊、就是广告片当中的呈现。对对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也特别好，因为 Libra 平衡嘛，嗯，就我觉得世间万物都要有一个平衡感、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包包和小熊的平衡，对，那还有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嗯、或者是压力和情绪的平衡，嗯，那其实我就感觉每次嘉伦出现在大家眼前都是那种活力满满、嗯、很正能量的感觉，那你怎么样去平衡情绪和工作啊这种压力？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一次，我其实、嗯、在工作中有的时候会可能行程很紧张，嗯，有的时候可能稍微放松一下，但是我是有这个预知的，我可能知道未来的通告可能非常的紧张、哦、量很大、嗯、需要我可能、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要更上一层楼，嗯，那这样的时候我可能那一段时间相对来说我都是会比较集中，时刻不停、哦，但我知道未来的有可能某一天某个时间段我可以得到缓冲的、嗯、所以我可能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那个量比较大的那段行程里，嗯，一旦我可以有缓的那个时间段出现，我立马会珍惜那个时间去可能多休息一下、嗯、多放松一下，让自己这个弦慢慢松一松，不要一直绷得那么紧、嗯、所以我可能在这方面会调节吧。哦、嗯，就有点像这种流水迢迢的感觉，对，就像水一样很包容万物，然后自己知道有的放矢、嗯、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能量去分配，嗯啊，然后休息就好好享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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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定要好好的分配，不能一直紧也不能一直松。嗯，感受到了、嗯、那屏幕前的各位有什么样平衡自我压力的方式都可以分享一下、嗯、那此刻我觉得最好平衡压力的方式就是赶快这个触碰一下我们的 Libra， 对不对、哦，哎呀，又摸到它，又摸到它了，平衡了。一开始啊，一开始导演说让我拿着包和小熊做一个平衡的时候，是、嗯、我说这两个做平衡的意思是什么？你一边倒吗？嗯、说不是，你拿试试。我拿完了之后发现，我好像慢慢的感受到什么，包很轻、哦，对，所以它可能和这个小熊可以做到一定概念上的这种平衡。嗯，对对对，不像有一些包可能很沉，立马就歪向一面了。哇，好细节，嗯啊，因为其实这个首先第一个平衡是来自于物理上面的平衡。嗯、啊，就像刚刚我们嘉伦说到的，首先它很轻、嗯、对，很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包它本身设计自重就很重，对对，你就很不想背它，嗯，这就跟行李箱一个道理吧，对，行李箱比如说已经很重了，比如说20公斤超重了，对，然后箱子自带5公斤，对，真的是啊、嗯，所以有了它之后你首先不会闲置，嗯，就你不会放到家里面你嫌它重不背，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嗯、对，使用感很好。 嗯， 嗯，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重量，那首先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秤，我们就来实际的测量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熊。小熊哈，嗯，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小熊的重量啊，看一下小熊的重量，不到80克，啊、不到80克，不到80克，哦，所以其实你大概估摸着，对不对？它其实就是差不多是11、12个小熊，不到10个，我觉得10个左右。行，10个左右吧，我看看，真的就10个左右。你主要把这个数字说的吧，我也没什么别的可选，差不多10个。哎，真的，你感受一下。是，嗯，10个吧，要不然15个。嗯，差不能再多了，也不能再少了，不能再多。我跟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10.5个。耍赖，10.5个，怎么能是点五呢？啊、嗯，10.5个、嗯、啊，那就是我们对了。嗯，对了对了，10个，足以见证它有多轻。因为你看你刚刚颠的时候可能以为有15个，其实远远还没有达到。 对， 对， 对，它真的很轻。对，嗯，哎呀，真不错。而且我觉得轻，很轻的包之后就意味着它有更大的容量。对对对、嗯、对，它可以包容更多，给我们多了很多的空间。是的，我们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负担。嗯，不然平时可能
还没装多少东西就觉得哦，背那个包好累啊。哎呀，真的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专门为大家构筑了我们的 Libra 手袋和小熊的这样一个装饰组合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是只有我们直播间才有的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份礼物。那我先把这两个礼物全部都带走啊。然后呢，我们这份礼物和大家分享，其实也是跟我们的冬日絮语有关的啊。然后我们让大家来期待一下这份礼物。哇，这是冰箱贴。冰箱贴，嗯，哦，真不错。对啊，你看每次这个打开冰箱，就是我觉得人最快乐的时刻，嗯，可以吃东西了，嗯，对吧？好吃好喝，然后看到哇，亚伦好帅，然后打这个，而且其实也不光可以放在冰箱上，比如说放在工位上，嗯啊，放在这个书桌上，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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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帅气的亚伦，嗯。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额外的直播间的惊喜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一下。现在呢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这个相关的组合链接啊可以帮大家来置顶一下，再次感谢各位。那如果之前呢已经购买过我们手袋和小熊的朋友也不用担心，今天的直播间下单同样也会有机会把这份礼物带走。那如何获取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同时也可以在后台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啊，再次感谢各位。其实说到 Libra 手袋，嗯，应该其实不是拍广告片是第一次见，之前都见过了。我在那个米兰时装周的时候有看到模特拿，对，然后我当时其实在那个时装周上我经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看我自己想要拿下的单品，对啊，包包啊，衣服啊，可能裤子啊，各方面的，是，对，我都想要去寻宝。哎，当时我就看到了这个包。而且那一次米兰时装周也太帅了，就是那个皮衣刺绣，哦，谢谢，哇，是，天哪，我也很喜欢那件衣服，对，当时说我想穿这件，哎，太棒了啊，哦，哇，我刚刚看，我当时看照片，我说哇，这帅的嘞，金贵王子，还是衣服好看，啊，哎，都帅都帅啊，嗯，当然我相信呢，那一次秀过后呢，我们的品牌负责人一定把嘉伦的心意和需求都记在了心里，嗯，所以说很多的这个秀款，包括当时的新款，其实在后续都有陆陆续续上身。对对对，对吧？都得到了这个让我真正见到那个单品的机会。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杂志大片啊，对，也穿上了，哎呀，穿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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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新鲜出炉，对吧？对对对对对，就没想到，就是哎，我说这不就是我当时看中的吗？嗯，这么巧，我说就是这么巧，就是这么巧，对啊。然后上周才出刊了这个大片，所以说这两套也是亚伦自己特别喜欢的，对吧？对，尤其那个大衣，我当时就一眼看中了，我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嗯，然后拍杂志的时候一看，哎，就是他。哦，哎，那个大衣应该自重很重吧？那件衣服确实很重工，跟包不一样了。那个确实挺重的，那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重工啊。对，然后而且其实它的搭配也很特别。我相信光说大家应该没办法感受。我们今天把这两款造型也带来了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啊。那首先呢，男生身上的这套西装搭配呢，就是我们这个刺绣皮衣的造型啊，其实也是封面。对，封面的封面的那件衣服，对，哇，看这个刺绣，嗯，您瞅瞅，天哪，哎呀，太棒了！而且它是那种对称的设计，其实这个更考验工艺，对对对，啊。然后呢，而且跟大家分享啊，这一件其实国内只有一到两件啊，国内只有一到两件。嗯，然后呢，它是这种直柔皮革上如何呈现出整版的这种对称，其实是非常考验这个手工匠人的这个用心的，啊，所以说其实这个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哇，这个一针一线太难得，对，嗯，自己看到的时候穿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很震撼？就穿上了，首先很喜欢嘛，嗯，所以穿的时候很开心，是，然后就确实很有分量，有分量到我觉得自己也多了一份这个心理的稳定感，哦，然后让我更加的稳重的在那儿拍那一张封面了，嗯，对，给我的力量倒挺大的，哇，嗯，服装给人的力量，对，啊，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一套搭配，它的这个内搭也很好看，它是一个同色系的，嗯，也是这个佩斯里暗纹的西装，嗯嗯，对对对，对，相当于其实是整款的都是秀款直接上身，对，直接上身，哦，和秀款一样，对，嗯，然后值得一提的是，里面是镂空，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我有的时候穿一些衣服，我觉得镂空的效果可能更好。嗯，然后当时那个在拍摄现场，工作人员也说，不然我们就镂空穿。我说那就试试吧。嗯，结果这一试试就没有再提过说再穿上别的衣服在里面这个事儿，然后就拍完了。哎呀，太完美了。嗯，
这个以后可以经常尝试一下、哎、对, 对，合适的时候一定尝试。是、嗯、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只是看图片很难感受到，因为它其实里面的这个也是同色系的，就是相当于是你很难想象就是两个都是这种廓形东西搭配到一起，搭在一起，嗯，还是挺特别的，就大家仔细看里面这个，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对啊，而且这个作为封面我觉得也很有气势，嗯嗯，对，气势。其他几件我也特别喜欢，还有一个是那种就是有一个因为我没摸过，就看起来特别软乎乎的一个卫衣，上面也有很多那个花，对，连帽的卫衣啊，那个也很好看。对，那个当时我反正上身之后有很多想法啊、嗯，然后坐在那儿就各种摆完了之后又自己去旁边拍。哎呦啊，太满意了。对对，就看看能不能多拍一点照片留下来。嗯，这一套其实我们今天也带来了，就是我们这个模特身上的，它其实上身是这种短款的连帽的卫衣，我觉得首先它很实穿。对, 对, 对，就秋冬季节，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连帽的卫衣。嗯，然后它是这种满版的花卉体花。嗯啊，然后是这种小毛圈的质感。因为我没摸过，是不是真的很舒服？很舒服，我觉得日常穿就是非常的适合。对、嗯，然后可能大家光直观的看，可能没那么大的感受。是，你穿上了之后就觉得，哎，确实值得入手。嗯。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舒服，然后又有型，时髦又实穿，对，比较好搭。你说搭一个深色的外套里，嗯、它更好了，有一个点缀的作用。嗯，那你说直接单穿呢？我觉得也一点不能说是浮夸，也不说暗淡，就是它有自己的特色摆在那儿，是的，每个人看都会觉得哎，多注意你两眼，但你觉得心情很棒，心情很棒。而且我觉得这也是 Etro 服装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衣服你挂在那边，你说哇，好看。但你真正上身之后你会说哇绝了，对对，绝了，嗯，就上身会比你看到它更要好看，对对，直达你内心，直达你内心、嗯、哎呀，这小词儿一套一套的，直达内心啊。然后呢，其实这一套大片当中真的很多很多好看的，还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衬衣也很好看，嗯，衬衣，对，有一个衬衣其实都挺好看，都挺好看，对对对，我们都是挑过的，难舍难分，对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弹幕当中，在评论当中写下你们印象深刻的 look 啊。总之我觉得整个这一个系列就是温暖惬意又时髦、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这几套也都是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Libra 加小熊的，哦，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嗯、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嗯、是的、嗯、看咱们这个小熊啊，又出现了，又出现了啊、嗯！注意看他的名字叫小熊，他刚刚不是拿下去了吗？哎，又来了一只，哎，他是活的，我记得好像你哎拿下去了不是吗？对，它无处不在、oh, 啊，小熊无处不在。哦、okay.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极繁主义。嗯啊，我之前还尝试过，比如说像穿这种牛仔裤会挂在那个腰间，嗯，就是想耍一下俏皮，是吗？哦、oh. ，对，就是很多这种小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在这种穿搭当中有自己的小心思。嗯啊，然后所以说，其实像我们今天这个小熊就很推荐给大家。嗯、那当然，其实，在我们的 Etro 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特别好看的这个视频。那都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些搭配来补充的。嗯，那接下来朋友们，咱们直播间就有一个新的玩法，玩玩玩。嗯，但我跟你说，这个非常之难，非常难。这是我从业，戛然而止，本次直播啊、嗯，这是我从业生涯以来遇到过最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做手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呢准备了一些 Etro 的视频啊，我们先来看一下。OK， 哇。琳琅满目，都是非常棒的、嗯、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两个其实是发卡，发卡啊、嗯、发卡、okay. 然后呢像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钥匙扣，钥匙扣、哦、挂在你所谓的喜欢腰间啊，对，哎，真的腰间我一会儿就挂包旁边，对对，然后像这种也是更实用的，都可以，嗯，都可以。然后这个我还蛮喜欢的，锁链，对，而且也是我们标志性的这个元素，是的，嗯，然后你看他又来了，小熊，无处不在的小熊，对啊、嗯、然后这个西西的手链，哎，你还记得 yeah, 对，就是当时有一个心在这个地方，是的，嗯，有一个心在这边啊、嗯、然后呢还有一条我们的这个像丝巾，像手帕一样的，对对对啊、嗯、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咱们亚伦老师的审美，手工能力、啊、动手能力，好、啊、好不好，咱看一下您可以把我们这么好看、可爱、有趣的小熊做一个怎样的 DIY？、嗯、然后我们稍后挂在这个包包上面。哦、小熊点哦，挂，好不好？就我们先来 DIY 它，就用这些东西挂上去，对吗？对。哦，好不好？好、哦，来，那我们开始吧。开始。嗯。首先，第一步，看一看啊，那肯定拿小熊吧。拿小熊。嗯。
哎，我研究一下，发现这上面有我的签名。哎呀，小机灵鬼儿被你发现了。哎呀，我看看啊，我先把这个研究一下啊，研究一下，研究一下，搭配一下，搭配一下，搭配一下。很多东西不就是多试嘛，对不对？多试多试。先把这个关上。包括就是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像车钥匙是非常好的。对，有一个灵感，有一个灵感。哎，因为我平时啊，我有一个这样的项链、哦、我是非常长的那种，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金色的波浪的这个，对我来说看起来比较像蛇、哦、像我的属相，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个项链、哦、然后这个呢也直达我心，所以我平时是按照项链来戴的话、嗯、那它是不是也可以当小熊的这个项链哦，是不是也可以当它的包包，包包比如说托特包，嗯，这就心就当包包、哎、然后这样戴在脖子上也可以哈，好巧思，哎，好厉害、哦、我怎么没想到呢，对，然后也可以啊、嗯、啊，他来了，丝巾很多人会把它就是穿过来就裹在这种手柄上，对，其实就把它直接挂在小熊上也是 OK 的，都可以、哎、嗯，那个就看不见了，来让你出现一个都不能少、啊、可能这样穿在包上，哇，你看看看咱们的小熊像个小公主似的，多漂亮呀！所以咱们这个搭配结束，对，搭配结束，来，还可以不？非常好看，把这所谓的包包露出来。嗯，然后此时此刻最神圣的一步就是要把它拴在我们的 Libra 上面，上包，来，拴在这边了，来吧，展示，这边吧，可以，咦，好，这样，哇，大家看看，还行。这样一个工艺品我简直是能把它珍藏，我愿意用我毕生积蓄来把它收藏下来哇、嗯、谢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okay. 嗯，所以首先灵感就是有蓝色的丝巾，对、啊、丝巾有这种色块就很不一样了，是的，然后再加上有我们的这个爱心的手链，然后呢包括这个还有你签名的一个钥匙口，对在这边完美，来、啊、朋友们好，评论区打分，满分100分打多少分好不好来，咱们把它放到中间，谢谢，让大家这个持续瞻仰一下。哎呀，上瘾了，突然间上瘾，还想再玩一个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自己 DIY 包包也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嗯啊，而且我觉得其实每天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去换。是的，是的，嗯 ，DIY 嘛，就根据自己所想，然后去搭配就好。嗯是的。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 HO 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饰品，大家呢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进行自己的 DIY， 嗯，好不好？然后。真的很厉害，不愧是咱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谢谢、啊、HO 太有眼光了、哎、谢谢，这么会用、哎、这么会搭、啊、谢谢、嗯、太棒了、okay. 而且刚刚其实我们发现每一个单品和配饰单独拿出来都很好看、嗯、对、啊、我也希望 HO 能出越来越多的单品，然后让我无论衣服上包包上、各个地方都换不完的换、哎、然后各种搭各种以丰富我的生活，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嘉伦，比如说你日常、每天出门要开始选衣服的时候，你会更在意哪一点？比如说你会根据颜色先选，还是说？我可能先看今天去什么地方，可能做什么事情，然后根据那个事情来选择衣服。比如说，可能我今天就是去餐厅吃饭，是吧？我可能选的稍微偏正式一点啊。然后，如果今天只是出去逛逛或者有一些运动，我肯定是以休闲为主。比如说我们的。帽衫、开衫这样的衣服就特别的实用了，实用啊，这个时候就要到我身上了。万一我去了一个偏冷的地方，我可能还会带一个小外套之类的。对，我可能就跟实用性平时的对平时的天气做的事情来选择。主要是我们单品太多了 ，HO 的单品太多了，很丰富。无论什么样的衣服、裤子、鞋，然后这些小配饰，现在项链、手链，都齐的，都齐全。所以你就按照心情选就好了。哎呀，所以这么一说，就是大家就是照着咱们 HO 来穿，就准没错，对不对？对，各种各样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天气和需求，全部都适应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我们下方选择一下适合你们的秋冬穿搭指南。当然了，这个我觉得直播之后，大家真的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刚刚就是我们坐在这边啊，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下，就觉得很治愈。对，大家一定会有各自的搭配方式，一定可能会比我这个好太多了。哎呀，大家都可以去尝试。过千了，过千了啊！平平无奇的手工小天才。哎呦，那下面呢，咱们也要送礼物给大家，好不好？ Okay. 那大家呢，可以把你们的 DIY 的作品分享给我们、
啊，分享到我们的链接评论。那 Actual 呢会随机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来把这个精美的礼物送给大家。那如何获取呢？可以后续咨询一下我们的店铺客服啊。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个手工啊老师，谢谢谢谢谢谢。那其实说到这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嘉伦跟 Actual 真的密不可分。有很多很多拿到舍不得这孩子是眼神这小熊走了没事，一会儿咱们结束再 DIY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嘉伦跟 Actual 有很多很多这种紧密的合作，拍摄也好，日常穿搭也好，包括秀场。那其实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些平面大片，我们来拿出来回顾一下，看还记不记得。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哦，张张帅气呀、首先看一下这一张。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嗯，对，当时穿上这个衣服我就激动了。嗯，然后拍出来之后我就更激动了，所以我就能不能这张卡片就给我吧。哎呀给啊对给。这个也是就是当时拍七七之爱的时候。对对七七。然后其实牛仔我觉得也是大家特别钟爱的一个元素。我很喜欢牛仔衣，我觉得搭配起来比较适合我，可能各种搭配，无论是里面配上我喜欢穿的可能印花的衬衫或者是帽衫，哪怕是一些毛衣线衣开衫，我觉得都非常适合，然后搭它我觉得永远不会出错。是，所以我对于这种牛仔的外套，尤其还整身套装，我都非常吸引我，非常吸引非常吸引我。然后我们看一下，其实同系列的还有这个牛仔，这个也是衬衣，很好看的。哎呀，又说到心坎了，衬衣啊，我一直以来也非常喜欢衬衣，真的就是对，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天气，就是在可能春秋天下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平时可能需要你短袖外面可能带一件衬衣、这样的一个穿搭，当你可能稍微热一点运动的时候能把这个衬衣脱掉了、我喜欢这种季节的时候、然后正好衬衣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要拥有的一件单品。是，然后这件衬衣就是所以我不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嘛、所以我对于这种蓝色非常的就是拿得住我，然后它可能这个边上还有一点点红哦，就点缀特别好，我又带着我喜欢的手链，主要是这张照片当时也非常拿得住我吧。哎呀，我太容易被拿住了，太容易拿得住了，主要是 H 太知道我喜欢什么了。是，对，然后渔夫帽我平时虽然不戴，嗯，不常戴，然后可能没什么太多机会，但是我在 H 这戴了我就特别开心。是，嗯，很青岛，很海边。对对对，嗯，哎，就是搭到我心里去了，搭到心里去了啊！所以这两张就是我们七夕挚爱，果然挚爱，七夕的七夕的挚爱啊、好，而且其实这两个包包其实也很特别，像这个就是我觉得男生背一个大大的一个这种托特，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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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很能装，容量也很好。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小的手包，都跟我当天的这个穿搭非常的搭。然后呢，再来分享一下这个冬日的挚爱。冬日的，哎呀，哇，冬日的风格就有点变了。嗯，这个可能就稍微休闲一点。是，然后是一个帽衫，帽衫也是我平时必备的单品，也是最爱挚爱的。怎么好像什么都在必备、啊？都挚爱。但是我觉得、我是需要这些，又是衬衣啊、牛仔、帽衫、我可能需要各种场合去搭配我的衣服。嗯，所以这都是我必不可少的一些单品。对，然后它也非常的动我心，是因为它可能是上面的时候显得比较干净，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搭配衣服的时候他需要上面是干净的，有些人希望上面是各种花纹的，然后对我来说我是既需要上面有花纹也需要上面干净，所以它正好的在袖口的这个位置上加入了这个花纹，对我来说是可能占了这一类里的一件吧。哇，而且其实这件大家如果能仔细看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上面就像刚刚嘉伦说到的，除了它有非常干净的底色之外，它其实仔细看它是有这种斜纹的。对对对，它其实这种印花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细节、有底蕴的。对对对，然后也让我们的这个帽衫变得特别的不一样，有活力。对、设计简约但不失时尚。是的，对。然后呢再配上我们这个有点像那种相机包。对，男生我觉得很适合这个。对，对我来说就是给我增加了一份这个男人的感觉，哎呀，稳重的感觉，哎呀，虽然穿上比较少年，但也需要一些男人的气息。哎呀，好会形容，好会形容啊！所以你看看不同的风格，对啊，都很好看，对 对, 对，简约又不失时尚，所以我的神情都有点不一样。你看看，仔细的看，可能这个稍微就是没有这边那么的微微的那种微表情的青春活力嘛。因为这是七夕那个时候，这已经到冬季了，我们可能稍微稳重，有故事感了。对对对，嗯，小巧思，
小心思在里面。你看，而且这种发型也不一样，有点湿发的感觉。对对对对。啊，每一种发型都很好看。嗯嗯，没你不行。都是搭配这些衣服来的。是、嗯、啊，那当然了，接下来呢，我们不同的这个服装之外。嗯嗯，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包包可以给自己来加持，嗯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包包有时候它除了抛开功能属性之外呢，它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你的整个的这一套加分，嗯，增色。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就是我们的这个包包连连看，包包连连看，对，哦，这个又要考验一下咱们嘉伦的审美，好，因为刚刚我们发现了，其实每一套 look。它已经有一个很经典的搭配了，嗯，对，是不是？对 对, 对, 对，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是的，是的，已经是让我们爱不释手了，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是要挑战不可能，看一下嘉伦能不能在已经有的很好搭配之上，嗯，搭配其他的包包。其他哦，那其实这都有嘛，对，本身的包都在，对，那就搭配其他三个，是的，或者是其他组合 okay, 排列组合 okay, 啊。然后重点是今天搭配的好不好看，咱们能直接现场。给大家看，因为这是我们直接现场，就有模特老师直接哎，立刻换，对对，好不好？好，这个是不是有点压力？还好，但我觉得就是我们 Echo 的包啊，其实能搭的衣服有非常非常多种，嗯，它并不是说有一些包只能搭什么样的衣服，嗯，那我们就撇开它原本已经配好的包的话，那先从哪一个开始？那从第一身开始。好，第一身，你的挚爱，第一身可能我会选它，哦，对。就是当时在时装周所背的包，印象深刻，对对对，金贵王子，对对对对对，当时把它放在膝盖上的那只包，然后我觉得就搭第一身吧，嗯、因为相对来说第一身是颜色最深色，嗯，然后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厚重的一身，然后配它的话，我觉得无论是活力，嗯啊，可能气场啊都在，然后搭配这个金边，我觉得给我非常好的一个点缀，嗯啊。那我们期待一下，没问题的，完全没问题的。那我们就来一起期待一下实际的效果，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模特老师就已经按照刚刚我们的嘉伦、模特老师在那这个样，哇，好会搭、啊，很棒的这个点缀，我觉得非常好。哎呀，还得是你，你瞅瞅这、啊，而且它这个黑色和金属，对对，刚好跟这个印花是有匹配的。对，我很喜欢金属的那个颜色，金黄色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提气，嗯，然后看起来就不一样了。今天真的是学到了、这个搭配大师。那没有没有，我们可以随心情来换嘛。其实每一款包都可以搭这身衣服的。嗯啊，今天比如说你想轻松一点的话，嗯、你换什么换这款也行。哎，换这个也行。行，就随心情来嘛。那我就这样，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尝试一下这个？可以啊，都可以的。这个其实有点像那种腋下包。对对对，也是现在很火的。对对，完全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这难题给到我们 Natural 了，是不是完全可以适配？可以，咱们来看一下。我都试过，主要是。原来如此啊！对，来，咱们让模特老师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很适配。如果咱们即兴换，哇、可以的，很棒，好牛啊！对，对对真的。哎，这个腋下包就觉得又慵懒松弛一些了。是的，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看搭配不同的包包，但如果你没有包的时候啊，你可能。手都感觉有点不自在，手足无措，有的时候都感觉东西可能都不知道装在什么地方。嗯，有一个包，有的时候可能会对我们每天的心情都有所帮助。哎，你可以随着你的心情选择不同的包、不同的款式的衣服，然后出门，可能我觉得这种价值带来的可能对我们帮助更大一些，情绪价值。对对对，嗯，而且会给我们注入能量。对对对，太棒了。那这是我们的第一套啊，第一套是深色印花的牛仔套装，非常百搭。是的，嗯，那第二套呢？我觉得第二套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第二套，因为它很清爽，其实都可以。它原本搭的是这一款，对，那就托特包吧。哎，我们的今天的主角，轻轻松松的出门吧。嗯，其实都可以的。试一下我们今天主角 Libra 啊，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这一套很清爽的衬衫来进行一个搭配，对，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多一种颜色在身上。嗯嗯、哦，完全可以，很 OK， 非常棒，哦酷。好、哦、会答，我们真的要跟他负责人说一下、我们本环节没有标准答案、太好了，完全是嘉伦现场的这个即兴演绎，真的非常棒。 对我们艺术这方面永远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太棒了。对，嗯，好，那我们要不再尝试另外一个，再尝试另外一种。那其实都可以了。嗯，他如果配配我们所谓腋下包也可以，就这一件是吗？秋冬腋下包也可以、嗯、配前面这款也可以。哎，可以，那我有什么就上吧。有什么？来者不拒啊、哎嗯！随便来一个都可以。你看，你看，就在我们的旁边。对，可以的。哦，可以的，可以的。对，这道很精彩，给大家来看一下。对对对，镜头往那一转，哎。
哦，非常可以。因为其实秋冬季，哎，它还挺有那种就是枫叶的感觉。是的，是的，很秋天，很秋冬的感觉，也很轻，也很小巧。嗯，比如说装装手机，少量的东西，哦，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是，然后背在腋下。嗯，那我们也让他再尝试一下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蓝色的啊，蓝色大托特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像这种包是大家最流行的，就是你可以直接敞口装很多很多东西。对对对，嗯，其实就根据你的需求，然后我们随意搭配，随意选择。嗯，对对，哎呀，然后呢这款其实就容量特别大，而且它是牛仔面料的，嗯，所以说也特别适合就是大家每天上下班日常通勤，嗯，需求容量比较大的朋友。对对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蓝色托特包。嗯嗯，好看，上身，上身来看一下，真的不错。哎呀，真的不错，天哪，我明天上班就这么背。嗯，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好看，容量大。嗯，能装非常多东西。对，而且这个确实很日常和休闲。嗯嗯，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去选择，但我觉得真的就像刚刚嘉伦说到的，嗯，随意搭。嗯，随心搭，随心搭，随心搭，嗯，就跟衣服一样，随你今天的心情去选择。哎，太好了，只要自己喜欢。嗯，只要自己喜欢都是对的，嗯，啊，所以说呢刚刚我们展示到这些包包手袋全部都是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大容量，嗯，而且很轻便出行。嗯，啊，我觉得其实无论男生女生我们现在都可以解放双手嘛，对不对，嗯，让自己不要太过于负重。是的是的是的。嗯嗯，那刚刚我们分享到了这几个是经典的 look，嗯，那下面我们要出一个难题了。今天如果说要为我们嘉伦本人来现场匹配一个包包，嗯，从这里面选一个。哦，我匹配啊。对，从这里面选一个啊，我瞬间就可以拿出来。那我选它。选它还是时装周的。哎呀，太好了，这是钟爱啊，这个众望所归，大家想看这个，来我们就把这个 Vella 拿到我们的舞台当中啊，因为其实今天算是比较正式一套西装。对，我穿的比较正式。嗯，所以我当时时装周穿了也算是偏比较沉稳的一身吧。对啊，对，比较有气场的一身。嗯，所以可能需要，因为我觉得其实有设计感的衣服都可以搭它。对对对对。嗯，因为就无论是皮衣也好还是说今天的也好。是的是 的， 是的。嗯，那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 Vella。嗯，哇，这个包包很特别。哎，特别吧。嗯，我当时也是看到了这个之后又发了我很多的这种想象。想象啊，所以就把它放在了我的，当时就放在膝盖这儿吧。是哦。哎呀，来吧。现在呢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长镜老师，嗯，摄影老师，你们就赶快通过截屏的方式来吧，咱们把这个大片都截一下。对，你看第一张很轻松很随意。是，当时这其实灵感就在于我正好坐在那儿，嗯，但是这个包包跟着我，那我也不知道包包该去哪，当时我就把它放在了我的膝盖上，然后所以当时就，哎，一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拿包的方式吧，形成了一个出圈的名场面。谢谢谢谢，啊，随便一排就是出圈名场面。对 对， 对，那这样吧，今天咱们就额外加码。刚刚是第一个复刻了米兰的名场面，嗯，那我们再来两个，你觉得还有怎么样可以适配它的动作？拿包吗？嗯，哇，都可以啊。其实它这个包带是比较长的嘛，嗯，长的。如果它可能短一些的话，我可能比较爱放在后面。哎，很好看，像我可以把它其实收一收，短一点。哦，对，然后我比较喜欢放在后面，哎，然后就背着它到处在街上走来走去。哦，拍拍照片，拍拍照片，跟别人说说这个包的好处。说说着心里话，你也看中了去 HO。 嗯，我们去一起逛一逛。哎，看一看，好巧啊，我也去 HO。 对，看中这个包我带你去买啊，太棒了。包你满意。对对对，啊，最后一个再来一个。对，很多方式，其实 有很多人喜欢这样背嘛。是，我觉得都 OK 的，也可以斜挎。哦，斜挎什么都可以。对，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我觉得都没错。而且这样看还有点那种学院的感觉。对，嗯，只要你喜欢，只要喜欢，我的宗旨就是只要喜欢，什么都是对的。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 Vella 我先帮你收。OK， 哎呀，哇，这就拿走了。哎呀，舍不得舍不得。嗯，那来，嘉伦请坐。那我们刚刚其实我看到了，我们征集到了评论区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包包，他们希望我们拿到中间让嘉伦给大家看一下。嗯，那我们首当其冲，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相机包，其实刚刚我们分享过了。相机包，嗯 ，OK， 这个也是我觉得 OK 的使用场景很多的。是的，是的，是的。哇，相机包，看看今天的这个穿搭颜色。哎呀 ，OK， 而且它其实是双面的，对对对，就是你如果今天穿的是这种很素的话，其实黑色的。我可能有的时候比较喜欢能斜挎在身上，嗯，然后
不会占用我的手。哎呀，然后我就这么放在我的后面，好看，背来背去。天哪，亚伦学长，就是有很有点学长的感觉。学长，嗯，哎呀，很喜欢他的包带啊，包带你也可以调啊，也可以。哎，这面也好看。对，把这一面露出来也行，看你自己的需求。嗯，也可以是这一根，但你可以反过来。哇，好看。对我来说就是随心所欲。嗯，艺术没有限制。你没有限制。对对对啊。而且其实像这种相机包的话，你虽然说看上去不大，其实实际上它挺能装的，非常能装，非常能装。这个是真能装。我觉得日常我们出行的话，你看手机必备，手机啊、纸巾啊，可能有一些卡包啊，是，甚至就是充电宝放在里面一点负担都没有。对，对，这是完全合适。嗯，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能装的啊。Yeah. 它除了装不下有这么多家人对你的爱以外，嗯、什么都能装得下，所有都能装得下。换一个大的、啊、看能不能装下。哎呀，啊，咱们再来看看，这样吧，这个咱们有一个重点返场，嗯，就是开头他又回来了，你的 DIY 还记得吗？ Yeah, 记得，记得，记得。嗯，所以他不能离开我，是吗？哎呀，这个也很好看。耶、yeah. ，因为我觉得其实就这么随性的手拿它就是非常好看。对对对，有很多方式，看大家喜欢哪一种。而且它其实也有不同的尺码，嗯，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更小一点的话，它其实还有个小款。是的，是的，是的。哎呀，为了给大家更看清楚这个小熊，小熊，你看看往上拿一拿。哎呀，对，费尽心思给大家看一下，看看小熊，看看我的 DIY， 看看我的手链啊，嗯，很好看，嗯，不同的背法啊、嗯，而且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它那个天平的元素，其实你有发现它的整个这个编织带是延长到了下方。是是是，嗯，是，所以就是会有一点，就像他说的。平衡感，嗯啊，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个平衡感，让大家告诉大家，实用和时尚也是可以达到平衡的。是的，是的，嗯、我觉得这也是爱穿非常用心的点，嗯，特别好，特别好。拿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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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不得，舍不得啊、okay。好的，那所以我觉得，来，嘉伦，请坐、嗯。我觉得其实今天真的分享了很多很多啊、在爱穿当中特别特别好看的包包，嗯，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说到的。艺术是没有任何限制，对对，没有限制。嗯，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随意去穿搭，尤其像刚刚尽情发挥，尽情发挥，好不好、嗯？所以也推荐大家，真的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当中收获到一些穿搭的灵感，嗯、享受即将到来的冬天。没错，好不好？没错，没错、嗯。这个冬天来了，立冬快乐，大家赶快这个暖和起来、嗯、啊！秋冬服装安排起来。嗯，那怎么样？今天这个整场穿搭，整场这个分享下来，玩得开心吗？哦，开心是很开心的，因为每次来到 Astro 之后都会穿在身上我喜欢的单品，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看到和接触到 Astro 后面即将要出现的一些比较不错的单品、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嗯、可能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更深入的接触到我们的 Astro， 但我也希望未来可以就是不断的跟 Astro 有更多的交流、嗯、然后可以把 Astro 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让大家都能选择到心仪的单品。哇、嗯哦，谢谢，真的非常感谢嘉伦的分享、嗯、虽然说今天是第一次跟嘉伦合作，但是感受到了就是对于艺术的理解，然后对于追求，对追求，然后呢又事无巨细的跟大家分享，很真诚，很侃侃而谈，嗯，真的不愧是我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谢谢谢谢、啊、谢谢嘉伦。那当然今天呢、嗯、我们的这一场冬日的直播呢还有一份来自于冬天的礼物要送给你、嗯、啊，它是我们今天远道而来的我们的 Astro 的中国区的总经理，让我们来欢迎 Amber Joe， 有请。Hello, 欢迎 ，Hi, Hi, how's going? How are you? Okay. Well, okay. Yeah, you're great. Thank you. You're great. Great. You're g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顿时又非常开心啊！对， yeah. 又见到了我们的老板。对对对对对。So, everything is fine, eh?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e cooperation that we have since a long time, and your passion introducing all the product that we have is amazing. 我们老板也是对于跟嘉伦的合作高度夸奖、嗯、包括这些产生的物料啊、嗯、或者是拍摄等等等等，包括今天其实也带来了一份礼物，对不对？ Special gift. Yes. Gift? Yes. We have a special gift for you that I prepared. And this is coming from our Astro Home collection. It's a new fragrance for the home fragrance. And it's a gift for you. It's a selection that I made.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其实是我们来自于 Astro 的一个全新的、wow. 啊，也是我们这个家居的这个收藏系列的一个、嗯、啊，算是香氛礼盒香氛、哦、啊，香氛礼盒。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给大家打开看一下。真的？可以。哇！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份特别的礼物吗？哇！天哪 ！OK。哎呀！给大家看一下。哇！
哇，很漂亮。Welcome. You are welcome. Very welcome. I mean, you know, the cooperation that we had since years is amazing.You are amazing. You're nice and kind, and I really love, you know, the way that you are introducing and caring about Tetro. 我们老板对于嘉伦真的是这个毫不吝啬夸奖啊！所有这个赞美的词全部都可以放在我们嘉伦身上。当然，我觉得这一份礼物也可以让嘉伦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感受到放松和舒缓。哇，我非常喜欢这份礼物。其实，像我们 Echo 有一些家居的一些产品，可能大家看到的不是很多，但是 Echo 经常会送给我很多。哇！然后我已经收到了非常多来自于 Echo 的爱。然后。可以说这是我的英文老师来的。哎呀，然后我们俩平时发微信的时候都是我教他英文，他教我中文来。哇，太好了啊！所以我们特别感谢我们今天中国区的老板，谢谢我们的 Umberto， 好不好？ Okay. 感谢 ，Thank you， 好 ，Thank you，Thank you， 哦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Thanks，Again， 太爱了，这就是对我们全球品牌代言人的爱，太棒了！怎么样，这个嘉伦这份礼物？我觉得 Echo 很多地方非常的用心，然后对我的爱，我能。从各个方面感受到，然后刚刚也说了，然后每次都非常的照顾我，无论是去时装周的时候对我的照顾，平时对我的照顾，而且我们俩在这个手机里的交流都是，反正我们有个约定，就是他来教我英文，哇，我来教他中文，太好了，就是我只能给他发英文，他只能给我发中文，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会产生很多有趣的事情，但可能就是我们。增进感情的一个方式吧，是，而且这份合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的交流了。对对对，我也真的感觉到可能都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哇，对对对，太好了，那这个说到一家人了，那我们今天其实这一场直播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是一个非常温馨和愉快的一个冬夜。那最后还有什么话想对屏幕前的各位说吗？就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单品，让自己的每天的心情和状态，包括情绪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一点挺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每天的情绪不是特别好，可能，相对来说，那反正每天都是过，为什么不让它过得更好一点？没错。然后也希望大家能追寻到自己喜欢的，可能事情啊，东西，让自己变得，喜欢爱过每一天吧。哇，太好了，谢谢。也再次感谢今天嘉伦的到来，那我们就先让嘉伦和大家说再见咯。OK， 辛苦，拜拜，拜拜，拜拜。那我们向嘉伦这边休息一下， okay, 感谢。好，我就拿走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拜拜。这个可以啊，可以，谢谢，这个可以， okay, 这个可以，好，谢谢，好嘞，嘉伦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那再次感谢今天嘉伦的到来，真的和大家分享了太多太多，而且真的都是诚意的分享，诚恳的分享，然后呢也侃侃而谈了很多很多他对于我们 Echo 的喜爱。我相信大家呢也对于我们今天的直播整场啊这些穿搭包包单品已经非常非常的喜爱了。那当然接下来时间呢大家也千万不要走开，这么多好的单品好的穿搭还会在下面的时间段继续为大家进行介绍。同样呢还会有我们直播的专属的机制和详细的内容，以及我们的定制的周边好礼。